招？怎么样听？招？前面是有点，就是不正常的，不正常的，正常的是。好，来来。怎么这世界已经没有人相爱？怎么这世界每个人都爱别人，不爱自己？唱腔有点不太一样，就是前面我自己反应的，有一点好笑的，好笑的，有点鼻音。所以你知道蔡秋凤先生小姐，我知道你跟钟孝介是好朋友，跟蔡秋凤也是好朋友，他不认识，不认识。了解一下台湾文化，有他知名的这个支持之下，之后当然这个 long stay 在台湾，然后有很多很多很棒的音乐，是台湾的朋友。再一次的感谢 B 来到我们现场，谢谢，谢谢 B， 谢谢。